我们已经接到人了，往前推进吗？没错，收到，我们会推进至那个烟雾残骸处附近。你认为自己安全的位置就进去。收到。刚刚在那个大石头面蛮安全。开到其余队员注意往西北方移动到台阁的方向。OK， 往前开一点，往前开一点。大概开到目前位置的100公尺左右，包括前进。那负责跟前方的也是部分。停停停！下车下车！前方发生敌方敌接敌。对，这女仆回报，前方爆炸的是我方的检查哨，我方的检查哨，敌军在西北侧的树林内。对吧？检查哨里面啊。我们还不够近，右半边被摧毁了，左半边好像还有人活着。那个这个武器车附近的有人受伤，那个武器有瞬间支援。Loading loading。307方位逐渐敌军步兵，干枪榴弹。多车发现敌军。办法不要停，危险了。OK， 那个车子帮我向前推进一点。好的。推到我定位置。快速，快速。好，接敌接敌，反正也不是我们的敌人的位置。那个三杀迷彩的是敌军，三杀迷彩是敌军。那个送人上车，我带直接开到前线。那不关我敌人伤害。豆腐，你们看要不要上车？我送你们到掩体那边。白色烟雾组，我刚瞄了的敌人。收到。有无掩护吗？我们直接开进上层。收到 ，loading loading。不往前呢、啊？好，缓慢推进。Loading loading， 继续推继续推，快速快速。停止路。OK， 抵达了，下车下车下车。你不会下车 ？OK， 下车。主要道路正北方也有大量敌军，方位313。众人发现敌把那个掩体展开，对整个的那个西口东西可以东的180度左右。你总算来支援了，臭婊子！这次女仆回报一车 APC 没有弹药。后方有跟上吗？接敌接敌，无法确认方位，继续推进，继续推进。那个有武器的单位，开到311左边的墙下面。看到方位点，看到你们左脚推左方位。你不按点上，就推到在墙上面。推进到左边的那个墙后面就好。左边左边左边。没有按点。好，停在这边，停在这边。车辆藏好，上面走。这一次一车回报，没有发现到敌人单位。我们现在躲在 WP 31的建筑后方。围墙尽量保留，还是可以提。敌人，我刚看一光弹从东北上来的。那个方位，这个方位那个有 AAP。啊，明白。
白挡爆胎吗？因为他还在那边，他没有跟过。在干嘛？要去搜寻敌方的装甲车，然后协同红组把他炸了。哦，是不是也要带一管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负责帮我们做火力输出跟回报就好，因为那个、我身上有带一磅的手榴炸，那种投掷式炸药。哦不，怎么了？肥仔跑不动了。头蹲低一点，先蹲低。那个防卫室只有这边，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，被发现。好，公司到了。哦，看见了。来喽！然后我在大部分会发现有部队在移动，因为那边认真在那一方。动了，阿比武方向。对，这边那些进攻，进攻，战士没有武器，没有武器，没有看到，没中，没中。帮我把那种建筑标出来吧。他也不在建筑上，就是周遭跑来跑去。按照 WP 五周，火力压制，火力压制。这只女仆，我们开始交战了。那两名受伤，你本来就没有办法捡。RPG 手倒地，我要去捡他 RPG。啊，你们不是叫你们每个人带管？我的没射中。后方进攻。那其他人呢？我两个人还。他们被打倒了，现在起来了。这一次红组跟蓝组，我们在东北侧还有东南侧跟敌区交敌中，装甲车击毁，在跟步兵交战中。好，明白。交业务单元组成。了解。Frieza火力压制，红组你们先撤。上那个推车武器。了解。元丰，你手下有剩烟雾弹吗？否定，我们现在立即撤离。那你们有烟雾弹吗？白色的。那个 Frieza， 你们有烟雾弹吗？我定我没有，他们都没有，我们现在要赶快撤离了。好，不然那些车不要交回来。红主撤，红主撤。一摇边是谁？我刚听不到。一摇。下来。不要倒伏上去，哦，你上去吗？对，我看到了有一些点。压制回去就好，有距离。OK， 撤撤撤。往前的位置，远处都是敌人。这一次女仆回报，我们全员撤回来了。好，明白。你们有人没受伤吗？应该都受伤了，我不确定 Frieza 那边状况如何。明白，汤米，你还没受伤的话，你超脱那个装甲车的烟雾里。你不可以。怎么了？我紧张，我最后在。装甲车上面还有，不，只有开火。收到。那个车辆的人帮我下车，除了炮手跟驾驶开上来，然后往西南方的敌军进行扫射。可以拿榴弹打？可以，可以，但你要小心我们的 BMP。所有人上来，一字排开。方位西南方，西南方主要道路两个班的人马，我数到三，自由开火，所有人准备好。开火！开火！装甲车攻击，先攻击装甲车。哦，没有。射击！哎呦！女仆下来。OK， loading 的话先倒车。这支女仆回报，我们跟敌军交火中，有敌军的 SUV， 跟着 IFV 在附近交战中。需要枪榴弹支援，我们需要枪榴弹支援。动物马太空亮出，我这边上车，车加那个车线就在这里。距离300，300，距离300，试试看。收到。250到300。进攻。有中吗？有中吗？那个闪兵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有开火，但我个人认为是有去的。收到。啊，对。
清空。过头，过头。没有。清空。250。身份证医疗劝导令。命中，命中。那个受伤的迹象。收到，收到。枪毙主干在主伤。刚刚我。OK， 先医疗，你们先医疗，有作战人。刚刚你帮我把。尴尬，我们一批打完了。清空，清空。AAP 已经确认机会，这是女仆命中，确认命中。好，明白，收人继续交火，把剩余的敌人都干掉。哦，你刚在交火的时候有看到我们的正西方向有一排沙包吗？没有。没事，豆腐现在往正西边带着泰格跟步兵往正西边移动200公尺。蓝图进组都移动。这次女仆回报哦，那个我这边占领制高点。你说的沙包是指下一个军营吗？会是用那个圈叉点目标的位置哦？有可能。好，不管，反正你们先往正西方移动200公尺。收到。那个电灯方向，电灯方向。刚刚右边那个叫太阳能电塔啊，最高的地方。炮手准备接战哦，可能会是敌军步兵。那这一次，这一次金主跟蓝主，我们现在移动中，大概30秒后抵达沙包附近。好，他们一炮手给你，我开车。发现敌步兵，准许接敌，接敌。我要绕过去。这次金主回报，那个敌军车辆残骸附近还有密集敌军，你要小心。有，我们装甲车直接贴上去处理它。阿米正前方，一坨。楼顶，楼顶。OK， 换机枪，换机枪。前方。哎，那个萝卜掉下去了。靠背，旁边有一个，旁边有一个，干掉他。两台 F 蓝。好，明白。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！你们待车上干嘛？让你的人步兵想办法摸进去，用 AT 去，他我们就一发 AT 去。掩护啊！类似啊。我们没有两个飞机，我们想把我们那个手上白痴树在。剪掉，两个飞。他拿的枪比我凶，好抱歉。我劝你注意点哦，你这样犯国际法哦。你有种就把我绳子解开，我们单挑。第一次看到是毒瘤多嚣张的，我操！打怕，打他，打枪打。没得怕，有痛哦。痛过没怕过。再打一下，打过来你个嘴哦！干嘛？哦，干那个门受伤了。那个地图上，等下有一个那个密令。你们说你们在被俘虏期间收到的命令。阿米，阿米把 BMP 开过来，炮口对着这个门口里面。好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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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凶！你不要走。来。我决定我要跳。我跳不起来。跳不了。我是球门被打。萝卜可以跳吗？或 freeze 啊？我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。
你也跳不起来了。我跳，我是真的跳不起来。哇，被打死了！友军，友军在房间里面，小心一点。我们在机库电脑房。不要管友军。在门口。No mercy。丢手弹把我们炸死！不要丢手弹！跟进来，教授，跟进来。我看到刚刚出去的那个人。有人进来，有人进来。OK。飞沙大喊。卡在门口就好。飞沙被打了。飞沙。姐，你有本事放开他。我不会再嚣张。OK， 放开他，你就放在那边就好了，可以卡门。把他堵在门口，看他们怎么进来。哎，睡了，坐不住。把他牺牲了，拜拜。帮我记一下刚刚牺牲的人是谁，我要干掉他。等一下，有趣，燃烧弹，谁来烧弹？啊！好了，烫到了，我。受伤了！你们是怎样？你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？你要不死掉？我们车子炸，我们车子被坦克打爆了，然后被绑过来了，然后你拿燃烧弹烧我屁股。你们刚才说要丢手榴弹多爽啊！拿那个核弹，东南棒子，好，明白。所有人回到 BMP， 先打地，先乱倒地，同样有。好，他们有人呢，有人在穿甲。哦，那我们知道了。里面有敌人，我丢 TNT 要所有人，你闪开。哎呦，丢。伤还在吗？伤还在。离开。在帮他回，他这边状况要很巴压。再丢。好，再丢一颗。结果，你挡到我了。Break out， fire 了后，进入，继续丢，龙 ，change， OK， 那个死了，后面还有一个，你往后面那个房间继续丢，好。左边大的丢一颗 Visa， 后退一点。我需要爆炸。你没有人吗？手榴弹 ，Visa 后退。我需要爆炸了，知道了。好，他丢出来。敌军闪兵，东侧到西南侧，各单位就战斗位置。Visa 跟萝卜帮我占领附近的高台二楼。阿兵，我占领二零一方向。有看到了。跟雷可以帮我走出南侧吗？询问一下导弹是交给谁设计？确定？什么断线吗？现在雷上导弹位置了，哎，你知道目标在哪里吗？指挥叫我这边射。收到。